Hello，大家好，我是天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游戏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叫《Innermost》。游戏一开始呢，它会根据你的生日给你分配一个星球。我给我的星球取名叫 Ocean，因为它看着像一个水星嘛。旁边这些星球应该就是其他玩家了，都是些奇怪的名字哈。Holyx 的 Ethers，这人估计最近钱花都没钱花了，这就着陆了吗？这应该就是个教程关卡吧。Look to your left. These are transformers. They are used for terraforming the landscape. Dear Ooyang, welcome. Click the minimap on the right top. You can explore and transport to other planets. Enjoy your journey. 我的建议呢，大家以后碰到这种类似的游戏，都先跟着教程走，因为教程这个东西呢，它还是挺重要的。虽然我一般都跳过去，但我和你们毕竟境界不一样，我都是个老玩家、老千层兵了，你们还是得老老实实的过，不然的话，后面得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摸索一些非常基础的功能。